你确定黑悟空是游戏？当我以为这是结局时，网友却给我来了一场。先看视频。这一世太漫长，却止步只是天涯尽，谁人记那一花如雪世界，我心非是不可转，我心非喜不可倦，空凝眸镜子深浅无间。小鱼网友说，这是速通的坏结局，一种隐喻，取经最重要的不是取经，而是取经之路。大圣因为缺少一根而依旧被封印在石头里，就是告诉那些修改契合为了速通而速通的人，你缺少了取经的本意，所以你心中的大圣只能被封印在石头里，而你扮演的天命人最终也只能带上金箍拜入佛门，被规则和金箍所操控，等待下一个天命人来继续这个轮回。生活何尝不是那？蜘蛛网友说，希望黑悟空从此成为中国三 A 名著游戏大作的开端，越来越好，可以玩到更多的三 A 名著大作，水浒传、封神榜、三国演义、金瓶梅等。我说大兄弟，你是想选三国里的曹操吧？算盘珠子太响了。